是不是等了很久？我都等了很久。妹妹的情书广播剧《最好的时光》第一集现在正式开始。朱先生啊，啲嘢差唔多上晒车噶啦，你仲有啲咩嘢要摆埋入仓噶？暂时冇噶啦，唔该。咁啊，你放心啦，我哋会准时送啲嘢去到加拿大个地址嗰度噶啦。好啊，唔该晒。阵间喺楼下咧，我哋需要你签个名咧，我哋先至可以开车噶。哦，你叫我助手签得噶啦，佢应该喺下边同你啲同事点紧数。哦，好，喂，唔该晒。仲有啊，我个女咧，佢话好中意你嘅，想我同你讲声咧，叫你俾心机、啊。系咩？多谢晒、啊。真系唔系几好意思。啊，你个女有几大啊？今年升中六噶啦，唉，都冇乜用，就系中意扮靓。你等一等啊，可唔可以借支 marker 俾我？啊，好好好好好。佢叫咩名啊？小琪啊，张小琪。张小琪。帮我送俾佢、啊、喂，咁点系啊？唔好意思、啊，傻啦，一幅相啫嘛，少少心意。多谢晒，多谢晒。仲有我写咗噶啦，叫佢俾心机读书啊。一定一定一定，唔该晒你。咁、啊、我唔阻住你啦。好啊，剩翻啲手尾咧，你同我助手联络得噶啦。哦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做咩系咁望住个海景啊？唔舍得咩？你又知？好地地做咩要告别啫？仲要成间屋搬过去加拿大，其实唱到闷，咪可以休息一排先咯。我就系惊自己过一排之后会忍唔住，所以先搬到咁远啫。喂，讲真啦，其实有冇唔舍得啫？你话咧？你话咧？切！喂，其实我哋都差唔多时间噶啦，十二点要上 win 呢节目 ，live 噶，唔好迟啊！得啦，你俾我欣赏维港多几分钟得唔得？咦，班友系咪搬漏咗个胶箱啊？等我 call 翻个司机翻转头攞翻先。唔使 call 啦，唔使 call 啦，系我特登叫佢留低嘅。哇，成箱都系 cassette 嚟嘅，你谂住唔要啦咩？咩唔要啊？好紧要噶。而家边度仲有机厅啊？我就系想你帮我咧睇下边个 studio 仲有呢啲 cassette 机，好赶噶，我要整啲嘢喺我嘅演唱会嗰阵时播。哇，好难揾啊！得嘅，你有办法嘅。好啊，我尽力啦。那年一起正做抗议，那年一起换物丧志，那年一起暗恋，然后失恋了，默默。那年颁奖竞选才学会政治，当走进大社会，奉献小马战多相识，接着拆火，朋友制没有几个几个，敌人很多，少一个不算少，多一个都太多。当初唱自母歌，学会的未算多，终于领悟更多，人跌倒又上一课一课，校门即使逐一级光阴上锁，都谨记当初。唔知安仔记唔记得呢首作品？都好多年啦，亦都系代表住咧，今日喺节目里面播放咗一首歌，系云妮送俾安仔嘅。因为认识安仔咁耐啦，咁要拣一首歌去送俾佢，喺你告别演唱会之前，兼且加埋，今日系可以称得上吓，你最后上到烈焰台做节目咁紧要嘅时刻，我就拣咗刚才嘅前程感受送俾你。好有意思，多谢你，真系。即系识个安仔咁多年。弊家伙，即系未睇你个演唱会已经想喊我，咁点先？虽然我拍到飞，我已经拍到飞噶啦。多谢你啊，一直以嚟咁支持我 ，thank you。其实而家即系最后，即系要同听众 say goodbye， 即系唔虽然呢个唔系告别舞台，但系有啲咩要同听众讲，或者系同我讲啊？后会有期啦，真系后会有期。同埋我好珍惜呢一个告别演唱会。嗯，
咁我咧就一定会每一场都为你打气嘅。到时后台见咯。啊，不过呢啲系即系你决定咗，我哋都尊重嘅。啊，总之你复出演唱会再通知我，再上嚟我节目啦。好啊，后会有期啊。系啦，咁啊，同听众朋友同望你忠诚嘅听众朋友讲拜拜啦。拜拜你，拜各位。走进大社会，奉献少马战多相识接着拆火，朋友仔没有几个几个，敌人很多，少一个不算少，多一个都太多。当初唱字母歌，学会的比算多，终于领先更多。人点懂有信一课一课，夕阳之歌，剩低这一首挽歌，想起我当初。喂，姚志吓，做咩呀你？我冇嘢。听收音机听到咁入神嘅，搵我做咩？搵我做咩？你对咗啲稿未啊？留下吹啊！哦，呢份啊，得俾你。哦，好。妹妹的情书广播剧《最好的时光》第一集，前情感受。喂，唔使送啦，我自己落去得噶啦。咁好啦，喂，咁我过两晚嚟红馆探你班喎。我等你喎、啊。好嘛。啊，得啦。咦，走得啦？系呀。咦 ，Wendy 啊，我想问一下你咧，其实电台仲会唔会有 cassette 机呢样嘢咧？你搵唔到咩？我按咗好多个 studio 都话冇、啊。有、啊，一号录音房嗰度有噶、啊，做咩啊？冇，我搬咗嗰时搵到啲带，咁想搵部机嚟听翻，拣翻一啲喺 concert 嗰度播啦。哦，冇问题、啊。如果间房冇人用咧，可以俾你用先、啊。喂，唔该晒。咁我落去架车度攞翻啲带上嚟先。哦，好啊，等你。嗱，就喺呢度啦，等我睇睇先。咦，嗱，呢间房咧，呢个钟头都冇人用嘅，咁部机喺度，你搞一搞佢，因为好耐冇人用啦。得，我自己搞掂噶啦。喂，唔该晒，明天。喂，系、啊，安琪啊，你知唔知咧？彼得潘咧翻咗嚟。我知啊，我特登请佢翻嚟睇我 concert 噶。哇！佢专登咁远翻嚟睇你 concert 啊，即系你黐嘢请得喐佢嘅啫。你唔知啊，我出道嘅时候咧，第一个上嘅电台节目就系小神仙彼得潘啊。哇！嗰阵时我好细个啊，讲明啊，佢嗰阵时解歌 OK 几好噶，咁、okay, 我差唔多晚晚都有听嘅。云泥钟情都唔差、啊。你系咪笑眼咧？讲真噶。嗯，多谢你啊。啲带攞上嚟啦。好啊，咁你哋慢慢咯，我唔阻你哋啦。唔该，唔该晒。好，唔使，拜拜。拜拜。喂，后记啦。好，拜拜。其实呢啲系咩嚟嘅啫？冇，以前其中两个歌迷寄俾我嘅。哇，咁多嘅？断断续续咁啦，都几一两三年噶啦。你都几好心机、啊，全部写晒日期喺个面度、啊。因为我想记住咯、啊。咦，但是为什么去到这饼之后就没有的？不知道、啊、可能他们两个忙过，或者是你转了会喜欢了第二个呢。心中彼此再满够一名字。
再共你一起想念时，一切完美，从来是一对，从来是一对，从来是。唱出咁耐，俾我睇一唱得唔得先？我想讲啲嘢。其实今晚咧想讲嘅有好多，特别要多谢好多人。喺头先 encore 之前，其实我已经讲过，不过有两个人我要特别多谢嘅。仲记得好耐之前咧，我仲喺度谂紧应唔应该开呢个告别嘅演唱会。好多人同我讲。如果你唔想唱字嘅，咪休息一排先咯，唔使搞到自己冇晒后路，第时出翻嚟好似好淤咁啊！我记翻起我啱出道嘅时候，差唔多每隔一两个礼拜就会收到一盒录音带，系两个歌迷录俾我。每一次佢哋都好得意嘅，扮电台 DJ 咁做一个节目嚟送俾我，佢哋令到我。在一段很迷茫的日子里面肯定回自己，肯定了只要我坚持继续创作，继续唱好我的歌，终于有一日会有更加多的人欣赏你。听回这些录音带，我就更加肯定我要开这个告别的演唱会，因为我要趁着这个机会和祝愿我的歌迷好好地聚一聚，同埋亲口讲一声再见。何淑卿、余傲之，虽然我唔知道你哋而家喺边，喺咩红馆呢一度，甚至仲系咪好朋友，但系无论点都好，我想同你哋两个讲一声多谢。我走啦，再见。童年是谁伴我走，拉我的手，帮我踏上天梯，不可退后。曾经期望着我，前程和恋爱，什么都拥有。沿途就算跌，要跌得好看，才能不自责。报答别人厚望，然而谁明白我伴你们所想的健壮，我很想找个人对我说别怯方，回顾中仿佛一步一生，每一级一世都难忘，如何吸引曾碰上每个过路人，跟我渐行渐远，悬崖上我始终都企稳，谁伴我去走一步一生，每一位一个不留神，不再热吻，还有没有人令我惊险又兴奋，愿我能提示我这一双脚别走。就算跌，要跌得好看，才能不自责报答别人厚望。然而谁明白我伴你们所想的健壮，我很想找个人对我说别怯方，回顾中仿佛一步一生，每一级一世都难忘。何吸引曾碰上每个过路人，跟我渐行渐远，悬崖上我始终都企稳，谁伴我去走一步一生，每一位一
个不留神，不再热吻，还有没有人令我惊险又兴奋？越过难提示我这一生的别走。便是谁伴我走，挽我的手，但笑着吃苦的气味。我情书广播剧最好的时光第一集前情感受，声音演出依记饰演何淑卿，阿 wing 饰演余傲之，许志安饰演安仔， Benny 饰演 Benny， 故事及导演马志豪，编剧及制作依记阿 wing， 制作助理阿 wing， 监制梁志光。主题曲《天生一对》，作曲贴叶，填词及主唱梦剧院，编曲 Howie and Team at DJ， 主唱妹妹妹妹，我们都是听流行曲长大的。淑卿，我是余傲之。这个节目呢，我们两个已经做了很久了，不过呢你就是第一次听。其实他会不会听的？我不知道的，即管整了才算了。因为别人说那些歌星未必会看那些信，所以呢我今次跟何淑卿呢就用了这个很特别很新鲜的方法，就是录一饼带给安仔你，希望你呢会用心地听我们讲嘢。其实呢你一出道呢我们已经有留意你的了，因为小神仙彼得潘成日都播你的歌的。还有就是呢，其实我很羡慕你的，因为我都很喜欢唱歌，但是我身边除了余傲之之外好像没什么人支持我了。为什么呢？很难啩，做一个好的歌星。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呢，其实我们从你身上呢不觉不觉都学了很多东西的。例如呢？例如是他很坚毅啦，很俾心机唱好他的歌啦，对观众很有礼貌啦，还有很尊重他的师傅。还有有时候跳舞我都会跟着跳的。你那些经常都跟不到的？我都尝试的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无论你听不听到这饼带都好啦，我们都很衷心地希望你听到。还有你很快就会拿到最受欢迎男歌手的，你不用担心。是啊，你一定得的。我们一起讲一句，叫他不要放弃，我们一定会支持他。真的好。安仔，我们支持你啊。那些好。一二三。安仔，我们支持你啊。听晚妹妹的情书广播剧最好的时光第二集，爱与梦飞行。回到以前，回到我们还未成熟时。